数量少一点吧。他们是一体的，所以我余额还有多少给大家看一下啊？余额以后日子就挺不好受。余额一直没变啊，差不多啊，现在还有530块啊。玩的时候是480是吧？530，我赚了50块钱。谢谢大壮，谢谢大家送的一波礼物。你们拿到钱了，记得给我赞助一下，不然等会玩不了了，没钱了。Hello。这样好吧，这局如果余额变成580的话，就说你们打的总数超过580，我立马发100块钱的红包，发20个，等于每个人至少也可以拿到100除以20个，每个人至少可以拿到5块左右，最多可以拿到20块啊，就看你们给不给力了。在我脸旁边有个这个码啊，直播详情里面也有啊。然后讲一下直播详情，最下方还有个代练工作室的 QQ 号啊，给我给加爆了啊！最低一个段位只要20块钱，千铜开始，手机都不连了。这局要是能够到580啊，我给你们发一个100块的红包。现在已经变成537了啊，差不多了啊，已经多了17块了啊，离目标还差一点啊。每个人打一点就够了，一个人1块，拿一分钱抽不了，一毛钱也抽不了，1块钱就够了，一人1块啊，举手之劳。就娱乐一下啊，不要打太多了啊，你要真打太多，晚上会感谢你，给你一份回礼的啊，不要打的特别多啊，1块钱就很多了，每个人给我打10块，那他妈的炸了，这支付宝几千块了。打不过他呀，他的皮肤是瑞文很难看的一张，刺客是一张啊，不是什么，这叫血色金瑞，巨难看，我们原始的好看，这衣服穿的跟僵尸一样。可以了，有过之恩，你的二维我的马，找下我的马，谢谢。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，又找他妈没变了，选择自己的路。他妈余额没变啊，就他妈多了2-3块啊，他妈太不给力了。良善，不延迟呀，不可能的吧？话都说到这份上啊，余额多了20。啊，离580块还差好远的一段距离啊。我已经流浪了如此多年，它发生了，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他直接跟我干了，我已经10连胜了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
真的不想早给你定型，笑我那么的拼命，几年来毫无成绩，地位未有一息，都不想不想为盼爱情上映，成长发明发明那份温馨，我是着生性，但求父母亲高兴，假如凡事都失败，好多人他们他妈一毛钱一分啊，一分一分，不是一毛啊，一毛也可以啊，一分太少了，兄弟，乞丐都不要的，你他妈把我当成乞丐了，我乞丐都不要的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啊？给我赵又廷一个面子啊，一块几步啊，赵又廷只要一块啊。左边给什么？也是个人才。但求父母亲高兴，假如凡事都失败，也许得爱恋先可以得胜。Listen to my feelings as always, listen to my feelings, 都不算差劲。啊，开始这一局，来到我的直播间。看不到人数怎么回事啊？卡了。看不到人数呀。别唱了。爆炸了是吧？你们等一下，赠送鱼丸能不能赠送？炸鱼了！我没有男朋友。这没办法玩了，他妈的都看不到人了。恢复了再玩吧。你看这首页他妈的6918个人，就一个这个卷毛啊，11万人啊，这些更可怜，69一个，1569。那怎么唱啊？我还算可以的啊。还有6918个人，哎呀，大姐大来了，啊，又变到6万人了，再刷新一下啊，变到7万人了。而且我你。